缠绕在我指尖的元素会优雅的体于焰，圣光所照之处众神赐福，手握巨剑，我将为了欧斯特的存亡而缠绕在我指尖，隐于夜幕，行于阴影，死江陵带雨，炮火轰鸣，我已经拨动了主心。隐于夜幕，行于阴影，伺机而动。这里是飞空艇遭到袭击，我们应该是被吸入了空间门。糟了，快去找银翼公爵大人。我命令你去杀掉那只狮鹫，取新鲜的狮鹫血救治伤员。住手！你为什么要杀掉那只狮鹫？那边的水域里有不少初莲，你可以摘下一些初莲花。我要你前往那个树灵所说的创世神殿，去那里。这是我们的战争，树灵族不该被卷进来。拖动摇杆进行角色移，连续点击普攻按钮进行攻击。救命啊！谁来阻止这个怪物？你将在军团的力量面前陷入。点击技能按钮是士兵感谢你取过了这边。的长老会告诉你如何前往创世神殿的。
如果想让你的师舅伤愈，就去村子里找到我们的猎手，他应该会很乐意去帮助你。原本温顺的牙兽竟然发生了变异，成了凶暴的怪兽。点击挂机按钮，进入挂机状态。非常感谢你的帮助，你可以回去找。我听说神殿里正在举行一场诸神的契约仪式，但是不用担心，已经有人来帮助你了。众神保佑，女神尽快归来。滑动屏幕，转动视角。我在这里守护我的西利亚很久了，你能帮我去问问树林兰西亚，西利亚现在的情况如何了吗？这根树枝给你，它足以承载众神的祝福了。为了克兰蒙多的星辰能够再次闪耀，我等将以神力赐福于西利亚维达之女。醒来吧，西利亚！这里是西利亚，西利亚，你感觉怎么样？西利亚，你还是那么美。哥哥，自从你抛弃信仰堕落成暴风军团的走狗之后，我们就已经不是兄弟了。西利亚，我的西利亚，不管是谁，都不能阻止我得到你。这位骑士，我猜测这次失败可能是因为你。你现在就去找树林之母兰西亚，她会告诉你答案。在签订契约之前，你需要获得三棵世界树的认可，否则契约无法继续进行。
的要求很简单，点击此处，点击按钮进行装备，点击此处关闭键，点击任务栏进行任务追踪。你好，我是雷辛格艾普利奥。我的天，这眼泪可真不少，接下来就要想办法打动长须那家伙。我想你还是得从周围的树人身上下手。好样的，我的孩子发明了火枪，矮人族要中兴了。很好，这是灵魂之种，你使用那两滴王者之泪就很好。点击按钮进行坐骑骑乘，点击任务栏进行任务追踪。周围有诅咒的力量。可恶，我本来前行的好好的，就莫名其妙的中了诅咒。点击此处展开页，点击按钮。点击此处，点击任务栏进行任务追踪。在前面就是我中诅咒的地方了。说来奇怪，我好像看到了曾经的巨人王奥托。首先你需要收集几块熔岩结晶回来给我，去干掉一些精灵兽，找一块熔岩晶石。你带着这个去见枯藤，然后为了欢迎你的到来，我把游戏亲爱的外来者，接下来就要开始我们的杀戮游戏了。接下来就看你能不能活下来参加第二回合了。很，看来你还不错，外来者。那么，下一位客人可是来自新图拉的半人马首领。为了增加乐趣，我给了黑体一些小玩意儿，让他无坚不摧。你要怎么做呢？该死的虫子，你干了些什么？点击吃药按钮，恢复血量。你的表现取悦了我，外来者。我可以给予你我的认可。
我在这里等你的原因之一，就是为了指引你充点小钱就可以获得飞行坐骑，就可以获得飞行坐骑。欢迎光临，我们为你准备了各类折扣大礼。我既不是马洛尔那种蠢货，也不是守护术那种脑子不好使的木头，只要我站在这里，你就无法取得最后的认可。不错，看我来自深渊之地，蔷薇女王统治下地狱唯一的安宁之地。有一天，蔷薇恶魔族将重临欧斯特大陆，我们会再见面的，冒险者。